是什么让花季少女频频惊呼，用了一次就欲罢不能？难道女生都喜欢大的吗？小果新闻台今天没有最大，只有更大。女生的私房好门竟然这么大，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心跳加速？呼吸急促，脸颊发烫。点进来的姐妹今天真是赚翻了。哎，想什么嘞？我们正经人哦，不搞那些。今天是来和大家分享我最近淘到的这些又大又便宜的好东西。我对这种大的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拒绝。便宜大碗这几个字套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，但是我呢正经不敢吃，主要是被有些商家他生怕我买这个东西我会亏，买回来一个能用上好几年，可是又贼便宜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盘他了。第一个超大瓶玫瑰石肤水，长得跟我妈买的那种料酒桶一样，然后我到处还会漏，专门开了一个这样的小口。对比一下平常的爽肤水，100毫升跟1升，你们能想象到我用了8年都没有用完那种绝望吗？45块钱等于100毫升只要4.5块，我用起来是真的一点都不心疼，用它来做晒后修复，第二天起来脸跟没有事一样。用在妆前湿敷，据说妆贴的，我的妈呀！从头敷到脚，屁股都不要落下。男朋友养着嘛，也别浪费，给他敷一敷，大油田变大水田。你要是不跟他敷，他以为你搞了啥就神仙水嘞。湿敷要配什么？沙湿敷棉，能看出来这个是我用过的吗？是不是毫无变化？我用了整整一个月，它根本就没变少。这个棉很柔软，不掉屑，而且它是这样可以随意拉扯的。你把它分成2片、4片，但是我一般是不扯的。它这么便宜又这么多，老子有钱。但是也不能怪人家厂家，这个是那种美容院专供的，所以它一定要是量大。Next one may be famous， 这个一袋有2斤，像大猪肉一样，从快递柜扛回来之后都快裂开了。我妈以为我只买了一袋子面粉，一袋子1000克。你们现在立刻马上拿出你手边的涂抹式面膜看一眼，差不多都是500到100毫升，100毫升都算多了，毫无悬念的。你们不要觉得这个看起来好丑，肯定是不好用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在韩国非常多的美容院用的都是这一款软膜，是真的很好用。你们在约会前一天来挤，就补水一样的效果，会比你们去用片状面膜肉眼可见的强很多。整个的肌肤状态就是那种蓬勃向上，蓬勃向上。从明天开始学成语，明天学一百个。下一个大王气垫，有我半个脸这么大，这是平常的气垫大小，这个是他的大小，我的天哪，这设计师疯了吧？13克、25克，差不多大了整整一倍，你起码1年，甚至1年半、2年半都不用再买新的气垫，就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滋，2秒钟上完半张脸，本肤就有一个脸颊这么大，我第一次觉得我的脸这么小。专法力中等，是属于那种不是很润，但是很贴皮肤的，有那种果冻的质感，完全是可以满足大家日常妆感的。但是说实话，它真的不太方便带出门，你装到那个兜里之后，你。我满了，来 LPP 发膜，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，没错，就是那个理发店专供258一次的发膜，他用的就是这个了。但是这个玩意儿，你去某宝上去搜那种理发用品专供店，里面都会有的，10块钱还是20块钱吧，这一整袋，亲测味道、质地一模一样，唯一差距就是这个你自己抹，那个呢理发师给你抹。但是你想用下10次之后，差价起码2000块钱啊，姐妹，不止。3000块钱。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买的这一些像汽油桶一样的防晒，下辈子都用不完，一起投胎，绝了，真的。平常的防晒拿在手上50毫升、100毫升，这个1升，我的妈，我真的绝了，我怎么可以淘到这样子的宝贝？我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桶，虽然都其貌不扬，甚至有人，但是每一个都很好用哦。第一个 Ombra 防晒霜，我买的是运动版的，更适合国庆出去玩的时候用，因为防水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一流汗防晒就没了。关键是500毫升才80块钱，要什么自行车？你就拿着吧，要多少是多呀。要什么自行车啊？要啥自行车？一家人出去随便用，而且它的质地我觉得还是蛮清爽的，像我一个混油皮用起来，我也没有觉得它很黏腻。就这个价格，为什么不买呢？抹开之后不会有油膜的。下一个 Cancer 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给大家重点在这个地方啊。SPF50+，其实它是一个儿童防晒，所以它的成分非常安全，而且它是被药监局管理的，所以检测非常的严格，所以很适合敏感肌或者痘痘肌的姐妹，你们去用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。不过呢，有一说一，它这个质地有一点偏油润，不是很适合油皮或者混油皮，比较适合大干皮的敏感肌。来，我们的汽油桶选手出场了 ，Woolworth 防晒霜，这几个都是 SPF50+的，你们出去玩的时候用。这个啊是澳洲本土的幼儿园都在用的防晒，整整1毫升，你要是一个人用5年10年的都是不可能用完的。但是你买这么一瓶放在家里，全家一起用，上到大人下到小孩全部都能用，多划算。或者跟朋友室友拼拼单，1人20块钱一桶防晒用2年，划算呢。这个的质地特别像酸
酸奶很水润，但是成膜之后贼清爽，不会说糊的到处都是。还没钱，我不知道说他忘记这么读 SF50+，这个是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在用的防晒，可想而知它的防晒效果真的是还蛮不错的。我买的是绿色版，他们家还有个紫色版是给敏感肌用的。最牛逼的点在于它的无油配方，敷完之后就胳膊不仅不油，而且你的胳膊还很神奇的变成了哑光的。如果你是一点点油光都不能忍受的姐妹，听我的，买它准没错，而且4小时防水。最后一个长得像洗洁精一样的，发现了多少美丽的？你们两个，必有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假。这个我选它没什么别的原因，就是便宜，1毫升才110块钱，算下来每10毫升才1块钱，太便宜了，我的妈，这价格！怎么样，姐妹，这期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爽？评论留言就3个宝宝。感受又大又爽的快乐，这我可能能省一套房。